今年因为天气真好，加上着种植超量，往来介绍直直落，互农民真无奈。最近担任嘉义市农会总干事的议长小秀丽，伫咧十七号特别传领着农会加进班的妇女朋友，做伙来学做着手工的往来酒，充满着营养健康的果渣味，不只是会当帮助农民，而且可以当活络社区，一举数得。这个市场经销实行介绍滴滴乐，让农民要靠无目屎。执行农会系统的嘉义市场参选人小秀丽，抢救农民大作战，一波接一波。除了伫咧日经和交民间社团来人工往来，在十七号竟来到嘉义市农会，在嘉进班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和农村的妇女朋友做伙来学做往来酒，用实际行动力挺果农，并呼吁政府应该爱提出更加积极的作为，来帮助农民渡过难关。包括往来，包括金蕉，包括木瓜，同款拢是生产过量。咱真侪农民朋友哦，在看天吃饭，会当讲哦，拢卖无够工钱，拢是血本无归。所以呢，我们非常感谢农会举办这个凤梨印酱的制作。那么设计这个课程，吼，咱较侪民众，咱个一寡姊妹，大家来学做这个凤梨印酱，一方面把咱个农产品来找出路，一方面，把咱这农产品会当唔免讲哦。变得烂去，无人爱，所以我相信农会能够站出来帮农民朋友设想，我们的政府也应该要有配套的措施来帮我们农民朋友来解决问题。所以未来农产品的加工应该是咱的政府要去推动的，可能你生产过量的时候，咱的农产品不至于哦无人爱，咱的农民朋友不至于血本无归。我想这是未来农业要去重视的一个议题，因为天气的这个暖化造成天候的异常，所以在农产品的储藏、农产品的加工，更是我们政府应该要重视的议题。新鲜的往来南藤煮了后，变成香气十足的往来酒，搁保留着营养，靠着加工技术延长水果的赏味期，嘛，互人看到台湾水果的销售新未来。公部门和农民之间除了联手强化水果品牌的可能性，未来应该要种偌济、卖偌济、安怎卖，拢需要重新来深深思考评估。一场水果生产的危机，嘛正考验着有意识要来投入选择的候选人，对着农业政策的想法和执行力。最新新闻，张丁顺、王小山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